就是我没来的时候和我刚来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舞蹈是啥，教那个专业的孩子就一两遍，甚至就他们特别有基础，你点到为止。这些孩子喊是不起任何作用的，说也不起任何作用，就是做，老师就是50遍做，因为做示范的时候你做前10遍他有可能都没有看，你做40遍的时候都有可能没有看，你一直做一直做，就保持我的精力和体力，一直在说一直在跳，而且你一只眼睛就要一直盯住孩子看，哪些孩子是没听懂的，哪些孩子是他还有潜力的，一直盯住他做的，直到做的我很满意。所以给孩子们教舞蹈都是全身性的。这6年来我教过很多很多舞蹈，能够马蹄哒哒，还教过反弹琵琶，让他们也知道一点那个东方舞的元素，让他们再欣赏起来。啊，我见过，我跳过现代舞，见过小苹果，还跳过拉丁舞，跳过东北秧歌。比较对农村孩子的现状呢有感同身受，我就走到了最边缘、最落后、最人个旮旯拐角被别人遗忘的地方，让乡村孩子也有这个艺术素质修养，也让乡村孩子和城里孩子这样的艺术教育缩短他这样的差距。所以我说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特别能助力我们的文化扶贫，它真正是文化扶贫的一个特别好的抓手。所以呢，我们借助这个新农村这个美育工程来教舞蹈，我们就可以通过舞蹈这样的形式、这样的载体呢，去给孩子们扶植怎么去懂得爱、懂得感恩。所以呢，我们能为精准扶贫的文化扶贫里头呢，能够尽一些我们的绵薄之力。爱的舞蹈是我的信念，是爱的舞蹈。